慕白朱竹清吸收唐三给的十万年魂骨。我击杀鬼斗罗以及猎杀魂兽，一共拿到了三块魂骨，其中一块是和小五，他已经吸收了，另外两块正好现在给你们吸收，好增强实力。竹清，这是我杀死鬼斗罗后得到的，这块魂骨毫无疑问是适合敏攻系魂师的，至于具体功效如何你自己感受，鬼斗罗的鬼魅能力与你的幽冥又近似，因此它最适合你。嗯，戴老大，这是我猎杀的一头大约六七万年级别的白目虎王而得，这家伙在落日森林中也算得上是一霸了，和你的武魂是同类，肯定最适合你，你们现在就吸收吧。果然两个时辰之后，当戴沐白、朱竹清二人完成魂骨吸收，魂力分别提升到了84级和82级。